我又来了，姐妹们，把冰箱里的小面包吃出来到地方了，姐妹们。好了呀，姐妹们，又是我呀。看这个牛乳巧合的，妈老轻盈了。哈斯都没有，巧克力熔岩。微苦。好棒棒。来紫米盒子，这个是紫米麻薯厚皮。哇，好吃哎。这个是在我们当地买的。还是紫米饱腹感强，我买了四个。头一回买，不知道他们家做的好不好吃，我就买了四个尝尝味。好吃啊。虎皮蛋香柔软，紫米和中间的馅儿都很软糯，就是分量有点小，不过也还行了。紫大米压秤呢，饱腹感强。这是芒果和火龙果的小盒子，哎，这个好吃。紫米和鸭秤饱腹感能强一点，好棒棒。哎呦妈妈呀，掉了！我买了个小果冻，桃罐头味的，毛桃和黄桃两菜的。面包店买的小汉堡，中间是奥尔良推配。这一口给我噎住了。香草味的派，面包放冰箱放了一天，有点干干了。小汉堡都变成了，就这么一点点。还买了超市可以往里吃的。啊，是的，我打过来，好，好多人不是还是啊，他就想去买东西，你们那边好，我这个就直接走了，你们那边，我想看从地摊上，我也没多少钱，大概还有钱，地摊上也挣不多，就没特别多，我那个雨真的挺，是啊，反正啥也没有，哎，啊。哦，对对，我那个点这个头，哦，好，我也是想的，我把鱼出来了。
多多少？